平川说电竞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 FQQ 对抗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AZ 亚马逊，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人组 ID FQQ 大 Q 神。本场对抗他呢又说拿出了自己的双敲吉他啊，没办法，我只爱双敲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，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是一个红色的兽族，版本 1.27， 所以我们的插件呢暂时并不支持啊。 1.27 版本兽族的剑圣非常的强，那我们看看这个兽族是不是依然还是选择用剑圣。好，果然还是选择剑圣的首发。那这张地图其实大有可为啊，这个点是吧，还有这个点都可能搞出葵靴出来，再加上这个九级花岗岩，这个九级花岗岩，哇，剑圣可以搞出非常多的神砖出来啊。好，兽族的开局还是比较讲究的这个建筑学防T2啊，这个地洞往外造一点保护基地。那我们看看 FQQ 双桥祭坛隐在起跑线上，血法师开局的话估计还得疯狂的练级啊，来来来，开局民兵一枪，当然家里的塔还是要造早一点，万一对手千级过来搞事那就颓了。好嘞，开局的话敲了几个民兵啊，目前来看是六个民兵练个地精实验室，防火一烧，哎呦，小野怪说好疼好疼好疼。那我们看看这一边剑圣姗姗来迟啊，家里双地洞再加上一个商店，哈，问题不大。哎，哇，这个兽族有点东西啊，过来特意勾了个闪电盾，这小狗狗是吧，貌似不经意间在这里踩木头啊，其实是为了配合剑圣勾闪电盾。好，这边剑圣有没有把这个野怪给烫死呢？好，没有，完美。哇，这个剑圣开局加六公爪，再打了一本敏书，最关键是这个兽族从这个练级的小操作来看很有东西。好，那 FQQ 选择继续练血法师，现在是 2.1 级了，开局的话打了一个幻象权杖，剑圣搞了一个加六的攻击之爪啊， 1.27 版本还是加六攻速手套。好，剑圣一路过来，这边还整了一个贵族头环，哇，这个剑圣有装备有操作，我怎么感觉要被 FQQ 的话捏一把汗了。哎， FQQ 围杀围杀，哎呀，大 G 这个跑得有点快啊，没有围住。好，血法师的话要赶紧练三，这没有练三级总感觉不是特别的安全啊，对手居然会有一个大 G 过来跟你玩，这说明对手的 APM 是够的啊，双线操作是吧，问题不大。好，这边打了一个隐身斗篷，那 1.27 版本的隐身斗篷也就白天能隐身，哦，晚上能隐身，白天隐不了啊，不像 1.36 的话白天黑夜它都能隐。来了，这一波的话商店还没有造好，呦，这个大吉有点凶啊，一直在跟你耗。好， FQQ 继续敲民兵，哎，马上到三级了，哈，说实话真不容易啊，练这个三级。另外一边我们看看剑圣，好，买了鞋子买了粉，哎，他为什么要买粉呢？哦，就是为了怕你买。好嘞，剑圣过来，哎，有没有机会砍死血法师？好，往里面钻一钻，剑圣故意把这个位置给卡住不？哦，这个小口子有点大，砍不了。哎呦，剑圣，哇，剑圣的手速真的快啊，刚出现之后他立马又交了一个疾风步。好，这边的话要高一贴全体都有，状态不好，那 FQQ 怎么办呢？到现在还没有去升本。好，放了一个铁匠铺，这口子的话看看血法师能不能出来啊。剑圣想占一波便宜，发现情况不太允许，那选择自个练吧。好嘞，那 FQQ 终于是升本了，不容易啊，三级血法师。那接下来买个单传要去对手家里放火了，这也是血法师的传统技能是吧，放火烧家。嘿，还有一个幻象前兆啊，来隐身有没有？没有隐身，但有单传有鞋子。好嘞，剑圣的话马上也要到三级了，准备拿到。哎， FQQ 放了一个幻象，以假乱真，这个血法师想干嘛？抓对手练级吗？哦呦，剑圣上来直接一刀吓死宝宝了，哎呦，赶紧走赶紧走。好，血法师的话现在可以移形换位啊，来单传过来啊，来幻象过来搞点事。好，兽族刚好二本升好了啊，放下了双兽蓝，那血法师单传来，接下来放火一烧，
二级火终于又发挥空间了。好，再拆一拆对方的一个兽栏。哎，这个血法是想卡这个扣子吗？啊，这个血法是幻象，真身在这。剑圣的话手起刀落，好，先把你幻象给 A 了。兽栏打退一个，可以。血法是接下来的哦哟，单纯 CD 已经用完了，只能交 TP。好，再放一把火，哦哟，血法师小心，这个剑圣的输出确实有点给力啊。好 ，FKQ 成功完成了自己的一波骚扰，那接下来呢，又敲一波民兵，刚好把剑圣骗回去。这边的话，哦哟，没有吃慢了，这剑圣要是一抓，血法师估计就要走远了。好，我们看看剑圣的一个走位，好，剑圣暂时没有过来，哇，吓出一身冷汗。MKG 的话，民兵一敲，粉矿一裂，然后呢，吃个药膏啊，好嘞，有机会把这个粉矿给偷出来。MKG 经典战术就是去对手家里骚扰，然后把对手英雄骗回去之后呢，自个回家立马就敲民兵啊，甭管你英雄状态好不好啊，反正这个时候对手剑圣应该不在这。好，打了一个抽蓝棒，可以，药膏一贴，这个矿要不要开呢？思考一下。现在血法师的状态不是特别好，好嘞，小歪练级了，哎，这个剑圣在哪里？说实话，剑圣有点吓人，哇、哦，剑圣果然来了，剑圣一看，哇，爽歪歪啊，一刀两刀，看看能杀几个农民，目前杀死一个，好，这个建筑学不错，哎，又换个地方，哎呀，剑圣钻过来还是把他 A 掉了，来，这个剑圣，哎呦，移动速度有点快，剑圣，我一刀两刀，血法师晚了，被对手给堵口子了，好。带着对手秦王绕住，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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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走，这边民兵再敲了一波过来，幸好啊血法师有鞋子，好，这边通过建筑学来挑逗一下这个剑圣，农民修修修，他一定要修住，那另外一边小歪往这边来赶啊，那这个分矿好像开不了，哇，这个剑圣的装备确实可以，小歪一过来怎么办，狼骑也有，好 FQ 通过飞艇，哎呀，但是对手有狼骑，狼骑的网有没有升好呢，血法师，哎呦，这就是走钢丝啊！血法师一丝儿血，这一局给我拼了！啊，剑圣，剑圣，哎呦，赶紧上飞艇，好，我换个方式来，我就不信你剑圣在这，他能不能起来 ？FQ 现在很慌啊！血法师下来就要赶紧上去，哇，还是一刀切掉，这一波秀了半天没有秀成功，哎呦，狼骑没升好网，这狼骑升好网的话，这一个也别想走啊！好。这一波 FKQ 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，但是分矿并没有开好，哈，真的是想哭。好嘞，对手现在出了一个巫医，意味着满地图要放眼睛了。那这眼睛一放 ，FKQ 发挥的空间就越小了。阴血法师慢慢复活来了，那这一波的话，看看剑圣继续在外面练级。剑圣这一波看看能搞一个什么好的装备？魁靴，魁靴。小歪啊，几十条，哦呦 ，FQ 英雄阵亡之后呢，他也在想办法啊。果然剑圣魁靴到手，这开局9分钟不到啊，搞了个魁靴。那这边的话，来小农民要完成大哥未尽的事业。血法师的话慢慢复活，家里的话飞机出一出，主要还是反影。巫医满地图插眼睛，手足的话把一视野给控好。那这边 FQ 来。正面拼不过，但我可以偷你的家，是吧？好，这两个农民承担着 FQ 的重任啊，一切就靠你们俩了。我血法师在正面跟这个剑圣搞不动，好，在这里慢慢的套造塔。哇，这里离基地有点远啊，离得十分远。好，剑圣现在一不小心就练到了4级，小歪也快到3级了。这一波 FQ 血法师阵亡，确实相当相当的亏啊。好，血法师来，要搞一贴，找机会去对手家里搞一波波。这边是眼睛啊，一切看在眼里。那这边的话，血法师往这边走，哦呦，剑圣直接跟过来，哇，一刀，哦，买了一个隐身，来来来，走走走，这边没有吧？好，哎，小歪撒一下粉，完了，狼骑一网，这游戏还能玩吗？我只不过是刚刚出了一下家门，啊，又被剑圣送回去了。难受。好，那这边血法师刚出来10秒钟又被送了进去，那看这两个小农民啊，就靠你们了啊，大哥现在连门都出不了，哎，我们看看兽族的视野啊，暂时看不见这边有异动啊，那剑圣呢继续练哈，你血法师出来一次我弄你一次，
好，那么看看这里能不能再搞一个魁鞋出来。这剑圣也是双魁鞋，就不得了了。这已经是敏捷加十二了啊，再加上一个就是敏捷加十八。我的天哪，再加一个头环啊，敏捷加十四。来，再来一个魁鞋，哇，不得了！再来一个魁鞋，嚯，敏捷加十八，可以。四级剑圣，四十二敏捷，这个剑圣非常凶，完了。这一波的话刚好兽族在这里，哎，再踩一丢丢进去就看见了啊，来，我发现什么了，吼，完美，那兽族发现了，嚯，伐木机器人立功了，立功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一招 FQQ 最后的一招啊，感觉啊还是没成功，那这一波哎，能不能在这里偷塔，看看兽族要不要转一个空军去侦查一下。好，伐木机器人立功了，这没想到我过来采木头发现了两个小农民。好 ，FQQ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，那这一次能成功吧？血法师再次复活，二英雄还是选择了山丘，打剑圣一般还是要出山丘的啊。好嘞，那现在剑圣怎么办？剑圣的装备现在已经是无法无天了，相当于三个魁靴啊，两魁靴再加上两个敏捷加三，相当于三个魁靴。好，三魁靴再加上一弓爪，这个剑圣神了，看能不能再搞一个加十二的弓爪出来。大雪，这个剑圣血法师看看能撑几个回合啊？血法师再一次出山哦，这是假的。来，幻象血法师看看会不会吸引到剑圣的一个输出。哦，这里果然剑圣来了，有狼藉。他已经发现这个是假的了，都不管你哈。好，真身在这，剑圣直接追了过来。没办法，你幻象的时候别人已经看见了。这边有眼睛吗？我们看看血法师这边有没有眼睛，有没有眼睛？好，暂时没有。哇，这个血法师也是走路非常小心。哎呦，但是这个有眼睛啊，又被发现了。剑圣回来处理你这个血法师，血法师有 TP。哦，单船想走，直接一个变。哇，这个兽族打得太凶了吧！剑圣三个二的一个暴击。好，这边血法师再一次被打回去。那怎么办？这个家门都出不了了。一般打剑圣的话，还会要编三本出师旧，那现在二本科技钱倒是蛮多的，1700块钱。那就看一下能否通过偷对手的一个基地来逆转这个形势。男女巫已经开始出了，这边有飞机反影，万一你剑圣过来偷我，是吧？山就给锤他一下。好，兽族的话已经在开矿了。迷你基地一放，嘿，这个矿开的就是快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剑圣有两个目标啊，就是把这两个九阶石头人给干掉。那 FKG 这一边，我们看看炮塔已经造好了一个，但是呢，距离太远了。好，距离太远，他现在把这边的树给 A 掉。哎，你不会想这里偷基地吧？这个位置好像放不下基地。那我们看一下 FKG 把这边的塔把这个小树给 A 掉，这里面继续偷炮塔不？哎，但是 A 的话要小心，不要 A 穿了啊 ！A 穿了又白 A 了。哎，这个 A 掉不？哇，这个地图想偷这个塔非常难偷啊，距离有点远。好嘞，塔继续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小歪幻象主动出击，看看人族到底在家干嘛。F 哥哥这一局也是颓了啊，家门口都出不了。哦呦，山丘一个锤锤错了哈，山丘身上四根塔。FKQ 的话应该是想去灯下黑偷塔吗？还是说想去开矿？好，这根炮塔看看能不能成啊，一根炮塔，两根炮塔，是吧？再加上这根塔有机会。好嘞，剑圣终于来弄这个九级花岗岩了，不容易啊，九级花岗岩一刀一刀切下去。哦呦，这个输出确实给力。剑圣240的一个暴击，哇，252的一个暴击，英勇面具啊。那还是给小歪给剑圣啊，剑圣只是格子太少了啊，难受是吧？但凡格子多一点，这个剑圣的话都要超神哈。好，剑圣差13点经验值到5级，小歪已经是4级了。FQQ 你敢信哈？从10分钟之后不敢出家门了啊。好，我们看看就靠这几根塔了，这两根炮塔一成。好，嚯，三根炮塔要造四根炮塔，然后全方位给对手压力。兽族分矿已经开好了，剑圣，哎呦，小鱼人 A 掉，哦呦，还差一点经验值，尴尬。好，这个点还可以练，这张地图80%、90%的点都被兽族给练了。这一局 FQQ 真的是打的憋屈呀。哦，对手出了飞龙，
尴尬。 FK 哥全部升的炮塔，炮塔没有对空能力，哇，这一局完全是各种碾压，完了，这炮塔没啥用啊，好，只能拆一点建筑吧。两个飞龙把你这两根炮塔全点了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好 ，FK 哥，哎，小炮出动，飞机在哪？没有反应吗？哎呀，飞机要赶紧过来。好，剑圣已经是五级了 ，FK 哥的话来，拼命造塔，这一次一定要把这个矿给开出来。哦，反应了，哦呦，这边果然是有一个眼睛。好，剑圣，哇，必有一刀切掉，一刀。好，我们看看剑圣的输出。目前来看，剑圣说还没有疯狂的暴击。哇，336，刚说完一个336。好，锤剑圣，剑圣一个幻香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是真的，这边都是假的，这个是真的。好，砍小炮，哦呦，这个输出有点高，又出现一个进化。好，手起刀落又干掉，哎，这把火放的不错，哇，可以，带着兽族拉扯起来也快。332，哦呦，这个剑圣的输出确实给力，276，山丘能不能扛得住？好，锤他一下剑圣，有飞机在啊，随时反应。这剑圣很凶 ，FQ 的塔还没好，但是自己的兵已经死的差不多了。放火一烧好，追杀一个白牛，剑圣的话开始杀这个血法师，血法师走。332，南巫一刀切掉。这一波的话，我们看看山丘已经倒了，血法师一个人，哎，这个家好像守住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用全体部队的代价把自己的六根塔弄起来了啊，六根塔起来了。好，收走，先撤。那这一边的话，两个飞龙把这两根炮塔一个一个给点了，偷了半天哈，偷的感觉又想着没偷一样。好，收走剑圣，回去补一波状态。那我们看看资源，比如现在900多块钱，对手的话，嗯，3000多，哇。FQ 哥被对手3000多块钱养住，你敢信？太少见了啊！好，血法师单闯过来，来来来，继续埋塔，这是自己最后的堡垒了啊！疯狂造塔，疯狂造塔。那兽族后面会怎么打呢？兽族3000多块钱，他也没怎么出兵啊，钱是真的多。好，山丘复活，这边的话继续出飞机，对手有飞龙，那我就出飞机。这边的眼睛赶紧一个一个清理掉啊，这家门口被对手插满了眼睛，是吧，你干啥对手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好，我们看看剑圣 5.5 级，小歪呢马上到5了，哇，手足直接是300黑牛。这边的话白牛啊无限复活，要不要到时候再转一点什么萨满嗜血。好，投石车也出来啊，工程单位来了，再把这个9级的石头人把它整了啊！9级石头人装备好好搞一搞，小歪2级治疗马上变成3级治疗了。来，能不能加12的工爪，让剑圣的装备再提升一个档次？哼，300加的暴击。好，9级石头人终于练掉了。这边战歌军鼓，好，又是一个光环类的装备。哎呦，飞机，飞机，要不跟飞龙打一波？好，可以把飞龙骗过来，嗯，不要被剑圣打到就行啊。好 ，FQ 哥的话，这边出空军来。好，夺塔这面就看你啥时候敢不敢过来进攻。现在 FQ 700多块钱存款，兽族这一边2000多块钱存款啊。高峰时期他有将近3500、4000块钱。好嘞，兽族的话现在已经开始爆兵了。关键呢就是投石车啊砸，然后正面部队是吧，有这边的黑牛黑长硬，这边的塔已经被清理完毕。好，对手还是不放心啊，飞机过来侦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新的偷塔行为。来 FQ 哥现在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九根塔保平安，两个投石车他来了，自爆也来了，自爆的话就撞你的飞机。人口 FQ 42人口，兽族是80人口，大军3000块钱存款，真的是养猪。我下法是放火，哎呦，对手手速有点快啊，这放火前摇的时间其实很短的，还是被对手给变了，怎么办？对手80人口大军，山丘山丘走位小心一点，小歪的话哎呦各种变，下法是我就想放把火而已。好，投石车他升好了燃油啊，升好燃油的投石车这个输出确实有点给力哦。哎呦，先把这个眼睛给排了。现在 FQ 瑟瑟发抖啊，这么多部队在这么多猛男面前确实有点撑不住。好，3辆投石车，这兽族现在多少人口啊？
80人口，交你4000块钱的存款。哦哟，小心，哇好，赶紧锤一下这个剑圣，这个剑圣也太凶了，来缓速一下，来自爆解决一下，可以。 FK 攻就通过自己的拉扯来给对手打消耗。哦哟，又一波部队来了，又一个锤，剑圣一锤一抽来消耗一下剑圣的状态。哦哟，三个投石车，这里塔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啊，又是一个砸。哇，这剑圣这砍起这个山丘来怎么砍纸一样啊。好，贴加速直接上了。 FK 哥这边的话隐身血法走，哎呦，飞机过来想追一下，有没有自爆？好，暂时没有自爆。剑圣回头来砍飞机，飞龙升好了，这边的一个有灵魂链套着，稍微硬一丢丢啊，但还是飞机强啊。剑圣打飞机也很强，哇，剑圣马上到六，我这六级之后开个大招岂不是舒服啦？哎哎哎，差五点经验值。好，这一根塔打掉，马上升六。啊，哔，金光一闪，剑圣六级。六级之后要不要回家磕个蓝屏？直接一个大招啊，把对方的塔全给拆了。现在 FKO 一个血法师，一个血法师1000块钱存款，家里也没有升三本。好，三本升好了，这边的话飞机集火才刚刚开始升，难怪刚才打不过这边的飞龙，打得够费劲啊。好嘞，继续补塔， FKO 就靠这边塔撑着了。剑圣来，魔法值养得怎么样啊？哦，魔法值不够。小歪的话身上好也没有多余的蓝，那现在的话可以先撤一撤，回去买个蓝瓶。哎 ，FKO 的话，我又想在这里搞事了啊！飞艇，来来来，这里能不能偷一个？好 ，FKO 一直在找机会。哦呦，剑圣又上去了。哎呦，血法师完了，出现一个进化，那血法师阵亡。FKO 700来块钱买活吗？买活买出来后可能回不去。好，他继续升山丘。哦呦，这小升板要小心啊！剑圣估计两刀可以把你带走。好，收足现在多少钱存款了呀？3800，真有钱。好，巫医升好了这个治疗守卫，上来一插，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投石车慢慢的拆。剑圣被缓速了。好，白牛驱散一下剑圣，呼呦一刀下去。好，山丘来来控一下这个剑圣。哦呦，这里要上波，要上波，哎，不要上头。啊，剑圣回去补一补，他又来了。山丘一级大战六级剑圣，瑟瑟发抖啊！家里塔好像撑不住几个回合了。那这一边 ，FKO 小农民还在挖树，哇，挖的是真的慢，没有剑法师的帮忙啊，一个人挖树确实费劲。好嘞，这个剑圣三回血啊，非常给力。血法师慢慢复活吧，复活起来确实也是有点慢。投石车砸 FKO 的话，哎呦，这个矿修起来还是有点费劲啊。好，手肘又集结了三辆投石车，那这三，嚯，360，这一刀下去360，山丘表示颓了呀，这辈子没见过输出这么高的剑圣。好，嗜血剑圣往前冲，来，有没有大招啊？有没有？哇，完美，最终还是有大招，一个大招下去，塔都是纸。好 ，FKQ 打出了GG，哇，这一局 FKQ 各种绝望啊。对手4000多块钱，4000多块钱养猪，我们恭喜这个神秘兽族，哇，确实打得非常不错。